Aber对吧？包括按摩也一样的，过去得干活，你不是说先会享受，那不可能，那压根是让就意思让我买单了吧，对吧？那那不我会是不会的，买的，那我又跑了。那不会的，肯定是先干活，啊，先干活，这是必须得活这样多的，啊，活动不是，我刚刚不是说活是根据你的这个情况，比如说我给你说弄完，你要拍一遍过，那一遍过了那很快，如果你刚哎卡了，你要说话，你不是你也拍个段子。你不能卡壳呀，比如这句话你要说通顺呀，还可以啊，能过呀，对不对？就最好简单一点，因为红兵他也不懂。啊，不是，吃饭很简单，就是你比如说，哎，这饭好好吃呀，要这个什么，他们家有时候就是啊，正常说话就是真实一个想法，去说就完了，对吧？那红兵应该可以。啊，对，那他也不是你也可以啊，就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就是，包括你说，你要分出来，比如说你是。吃播还是去足浴，然后分开，就你先是，人家说了七号八号嘛，不，七号八号是吃饭和足浴是吧？这事儿，但是你俩得分开。你看七号吃饭，八号足浴，九号 KTV 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可以探，我可以这样搞的，但是你们得，那侯明那个就搞定了，你得。你们骗我，我给他谈好以后，要不来，那到时候让老板一个来。我说黑人来，黑人去哪儿了？我谈好是我谈好，但我跟你们，那我谈好以后，对接好以后，你得去啊，你不去，到时候我又像是不诚信了，你知道吧？给老板好，你明白吧？所以为啥我这是我此行找你目的，我也给你说好，你得去配合。比如我给你发定位，你无非就是，哎，就开个车的油费的问题。这需要你承担，我不给你承担，就是一码归一码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说这过程中如果卖爆了以后，你可以拿到佣金的。这后台我给你看，比如说比如说局里挣1万块钱，我分你5000就完了。行啊，说实话了，对吧？咱不说10万8万了，就是1万块钱是可以，那我分你5000就完了。哎，懂了，结束了。买单吧，老板。因为你出镜，哎，我200吧。啊，没，多少钱？208，你来啊！合同就这样干，无所谓。就是我这顿饭不是说我买不买，这顿饭我买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要配合我，对吧？我很诚意的，对吧？不用看了，他叫出来，叫出来。我很诚意的，不是我跟你谈合作，我没骗，因为你在搞直播，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因为你像我们菜鸟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菜鸟，我们不花钱。那今天是人家就是不说了是吧？就表示诚意，我真的是这样跟你请教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好吧？7号8号，那谁出镜呀？就你要一起出？不可以。你吃了，你不能去足浴出镜。不，我刚刚没说了，这我没懂你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我先上厕所。他买单了吗？买了。哦，那还算有诚意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大不了就让红兵买嘛，你就先跑了，对吧？试一下可以的，可以试一下。我感觉可行性还是比较高的啊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你也是这么觉得？这个我觉得最起码他能买单就，我感觉就算他跑了，你也起码少亏400块，对吧？而且你可以让红兵买单嘛。来，送枣子。啊。这样，一个，我跟你说句实话。在我们北方啊，比如说我来找你，一定是，比如你家门口，因为你买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因为我来找你。哦，就我做规矩，你做得到。嗯，做东。但是我为啥买单？因为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。我说实话呢，知道吧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因为你在说。就这的话，必须得我买，在北方。
在北方一定是你买不了，我来找你的，我从一就不管说我从一千公里来，欠你人情，我从二十公里来，我搭车花91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懂从那个地方，然后我来买单，我只是不是欠人情，我是找你来谈合作的，带有诚意的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这是实话。行，对吧？嗯，因为你在直播，我没有跟你说那么你明确。懂了，其实我打这些懂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你说是吗？对吧？我是傻子吗？我觉得你不是傻子，你挺聪明的。然后这个我感觉有你在跟我开玩笑，我以为你谈正事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，包括那时候买单的问题，因为我跟你说的，我给你看很多后台了，你也知道，我给你看了后台了，对吧？没开玩笑嘛，对吧？首先，我很有带有诚意的，知道吧？如按理说，既然你确实你在买单，对吧？你在家门口呢，对吧？要说实话呢，那就怎么定呢？那要你不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问你，你有一句话说找车的，你喝酒说的事儿不算啊，你给别人明天庆酒，没事，不同意，定，没事，七号你定好，而且你的微信你要及时回复呢，我不用于发定位，你不回复我，我倒不知道你要是干嘛的，反正七号我记住，七号八号，这样我能不能把你电话留上？有事我给你打，没事我给你打，因为没事，你发我微信，我基本上都看得到。你放心吧，你不回的，我回，我有的时候忙，但是我现在跟你定了，我就回了，你放心吧，七号八号嘛，对吧？我可以信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你绝对可以信我，你不信我你就没人信。不，我不是信不就是，因为你每次我发的那条你不回的，你知道吧？他问你问题啊。你放心，你不信我你没人信。不，我发的东西我是让你看的，是让你看你说干嘛的，你不回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包括今天你今天让我来，我来了以后，对吧？我和你走了，我以为你从这儿走了，我还过去破空，你知道吧？弄意思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因为我对上海不熟的，你发啥我来啥，对吧？对吧？按理说这个事儿你来找怪找我，因为你有车，我没车，对吧？无非就是邮费问题，但是我来找你了，我是带有诚意的，带有看合同项目的，叫你都看了，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判断，对吧？但是我不敢保证是一定会。你这次来上海，就是干这事儿的。干这事啊？你为什么会想到找我呢？这上海人挺多，你为什么找我？因为我刚刚说我之前也是你的水友呀。只是我后面我做自媒体的，因为我在2016年我还没有就是做的很就是工商微企，因为得有个过程。2015年入场的，对吧？新年嘛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我要看你直播。然后你当时好像是跟什么老吕是吧，去的什么泰国，就我记可就是完了就早期了，对吧？就那个时候就没想过去找洪斌什么的吗？洪斌是你后面认识的，我因为我在做游戏，我才知道洪斌有这个人，知道吧？其实洪斌也是通过你这边认识的，说实话呢，我跟你说过，第一天跟你说过呀，不过后面对吧，都不说了，就是洪斌也在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。我是先认识你的，知道吧？然后才认识洪斌的，啊，因为当时我没有做直播，当时我也是个小白，就不知道有这个直播这个事儿。包括我跟你说过，我去宛平南路600号，我跟你说过吗？不是，这真的吗？对吧？不知道谁给我发的这，因为我知道我以为你是刚出来的还是真过去了？真过去了。我第一天我跟你说过嘛，对吧？我因为我不知道嘛，我对上海不熟，我说我以为你在那儿了，我一过去啊，他妈精神病院，我这他妈我这纳闷，我说你怎么？这谁他妈跟你说的呀？我在那边。确定吗？我真的吗？我跟你说过嘛，对吧？我真去了嘛？啊，最后才知道啊，在这儿是吧？因为你我们有微信啊，对吧？真的，我没骗你啊！真的去500号了。人家师傅还问你，你去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说确定啊。他们可不问我是干啥去，那都把我拉过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很诚意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因为我就要找到你，才能跟你谈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找到你那白说，你有没有微信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第一天我跟你说的事，你忙，我走了，对吧？我走了吧，对吧？我没去打扰你的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我说后面来约，那谁知道我是红马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包括现在我是绿马，对吧？
是后面才变红嘛，说就是愚公于私，这事儿我应该有欠你顿，我有该请你顿，但是这事儿按你说这个应该是你安排的局，因为你请，对吧？明白吧？没事，反正后面要如果要买大伙来，没事啊，不不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，是吧？吃饭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我他工作是另外一回事儿，那肯定，那就是说无非买单就买一顿单，就上一顿当就完了，知道吧？比如说988，你买就完了，不是你买就红米买，完事就是你会买。988有点贵。不贵，真不贵，这上海真不贵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要988？在北方肯定是稍微要贵，但是988在上海真不贵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做个100多的要做988的请问？为什么不做个100多的呢？要设置，你让店家设置就988吧，那你可以那啥的吧？设置就一定要做。没问题。不，你包括这两回，我给你就咱不说别的，说我给你送条烟，那烟也不贵，我跟你说过，那将近2000块钱呢。嗯，不，这对吧？这都是成本呀，对吧？我没胡说嘛。你该请一顿嘛，就你就作为朋友也该请一顿嘛，就互请嘛，对吧？就但是我跟你才工作呀，只是你说不信任我才跟你说这话，你买也买一次呀，就即便988又能咋？你又穷不了。嗯，没有了，对吧？行吧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7号就是你，但是你出境，对，这个出境，它不会让你长时间去出境，就是晃一，就是按照我的这个，就是你也看了我的视频，就晃一下，哎，意思就是，然后就是，OK， 那走吧，王学。好，那早点回去，都2点了，都快。我给我转一下。嗯，你先送我。哦，对。那兄弟，你小心点啊，回去。注意安全。那就定好了，7号，啊。不，7号谁先出去呀、啊？因为你俩是同时。7号红兵，8号我，就足以是你吃饭是他。啊，明白。没问题。啊。足以肯定先红兵啊！我他妈足以先看哦、吃饭先看看，不妥我8号不去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等一下。嗯。